你手摸的地方是断口吧？对，这是一部分，然后还有一个大断口在上面，在撕裂的位置。看到了。嗯，对。一个小螃蟹，哎，这边好像完整吧？这段板比较薄。啊。能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看得到。好的。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，上海市文物局会同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联合设计了奋力轮，那么一条为长江口二号定制了一条这个打捞工程船。它的最大特点呢，是在船的两端设置了同步提升装置，在中部呢设置了一个开口的跃池，这样子可以把长江口二号船从水底下直接提升到这个跃池里面，像一个袋鼠的妈妈一样把它怀抱在这个怀里面，来进行这个保护它。这艘奋力轮啊，是创新性的，专为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迁移工程设计的。传统整体打捞方式啊，至少需要投入两艘台风舶、一艘半潜水舶，总共三条船。奋力轮技术优势明显，安全性高，实现了仅用一艘舶船就完成沉船整体打捞、提升、运输、进屋、卸载全部工作，作业效率大幅提高，技术进步。在这边呢，告诉了大家，温温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。要跟病毒共存，必须要长期抗战。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，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 999，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。